来到地球已经很多天了，又累又饿又渴，我该怎么办呀？都没人喜欢我吗？也没有人愿意帮助我贝利亚了。怎么都晕晕的，救救我，算了。走喽，去找贝利亚哥哥就完喽。奥特曼飞喽，飞喽。贝利亚哥哥，他怎么躺在这儿啊？嘿，贝利亚，嘿，贝利亚。他怎么不动了呀？我看一下，他怎么没气息了呀？该不会是死了吧，贝利亚？你别吓唬我，贝利亚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给你寻找帮助，你一定要等我回来呀，贝利亚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，贝利亚哥哥，你一定会再次醒过来的。来，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，现在送给你。我现在就寻找帮助，是赛罗哥哥。哎，赛罗哥哥，怎么了，小朋友？贝利亚死了，你快跟我来。什么？那你快带我去，在哪呢？在这儿呢。贝利亚，贝利亚，对不起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你。不过你放心吧，我现在就救你活过来。贝利亚，你快醒过来吧！哇，赛罗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你把光给了贝利亚，那你怎么办呀？贝利亚，你快醒过来吧，好不好？我一个人回家害怕，我先走了。